你唱歌了得啫，原來彈琴都咁叻噶！我今日真係有耳福啦。咦，咪住先，今集由你嘅琴聲開始，莫非今次請翻嚟嘅醫學人係同音樂有關？咁你又估啱咗喎！其實我認識得好多咧玩音樂好叻嘅醫生嘅。今集咧，我介紹呢位嘉賓咧，我諗我會形容佢可能係全香港玩口琴最勁嗰位醫生。咁佢除咗係醫生之外咧，佢靠一雙手咧。玩口琴出神入化，佢自己本身咧亦都喺醫學界裏邊一位好著名嘅骨科專家嚟嘅。何伯昌醫生，威爾斯親王醫院骨科部門嘅主管，佢有另一個身份，就係香港口琴協會創會會長，曾經攞過世界口琴賽冠軍。从90年代开始，何医生一直致力在腕关节镜以及上肢微创手术的研究和发展。在多年行医生涯中，口琴伴随着何医生成长，亦都拉近了他和病人之间的距离。中一的时候，12岁的时候，因为我想我好彩入了英皇书院，英皇书院其实有个很长的口琴的传统，今年都已經是70周年了。咁而嗰陣時，老師亦都要求啲方温仔咧，一定要每人都要揀一樣樂器。咁其實傾斯得兩種樂器嘅啫，兩類樂器，一個係口琴，一個係中樂。咁其實如果計價錢咧，就口琴最平。咁我都睇價錢，因為我屋企其實都好貧窮下嘅。咁所以其實都唔使點揀，咁所以就好自然就揀咗口琴咯。嗱，提起你呢個中學呢個口琴隊啦嚇，咁我知道其實你呢個即係組合咧，就話就話係英皇啦，就其實就唔係讀中學嗰陣時成立喎，反而係你讀大學嗰陣時成立嘅。當中嘅經過又係點？咁啊，真係有啲故仔嘅。咁我去到大學臨畢業嗰年咧，都已經開始擔心死啦，唔知將來可唔可以繼續吹到。不過都唔理啦，考試啦嘛。咁啊，唔知點解咧就。其實我未試過真係大肥嘅，唔知點解嗰年就唔好彩肥咗一科，咁所以最後都要死死氣都要臨半年。咁於是我就開始諗下有啲咩要做下先得，即係我好唔問你。咁我就諗起依樣嘢，不如反正有時間，不如我就試下form 一個五重奏，揾翻我五個老死。我仲記得嘅係1987年6月27日，我喺其中一個同學仔個屋企就開始練。咁就開展咗個五重奏咁漫長嘅生涯啦。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大嘅改變。我又覺得諗翻轉頭，即係因禍就得福。因為如果冇咗呢個肥呢半年咧，我根本唔會有個念頭。大家都知一出嚟 intern 幾辛苦，根本冇人會再諗其他嘢。咁好彩我有呢段時間，我可以form 咗呢個組合，跟住我哋都堅持差唔多呢30多年一路個個禮拜都會練琴。上嚟咧，讀醫時候呢個小小嘅意外啦，都令到你同口琴嘅關係更加密切。可以咁講啦。咁講翻你讀醫啦，其實你讀完醫之後啦，點解會揀骨科嘅咧？咁多科。咁我其實一開始第一個 intern 咧就做 surgery， 入去開刀咧個感覺非常之良好，即係好有滿足感啊！開我記得我嗰陣時我做 houseman 就已經做咗60
條腸仔，你知道腸仔咩？盲腸啊！嚇，我諗而家啲 house 文唔會有咁多。咁我其實真係好爭取機會，我一有機會我就入去咯。咁嗰啲醫生都好中意我嘅。咁我本來已經舉咗手報 surgery， 但係去到第二水咧，跟住嗰三樣我就做骨科，咁就真係改變咗我一生。其實我喺讀書嗰陣時咧，我話俾自己聽，我依世都唔會做骨科。點解咧？我一見到有冇搞錯，啲骨斷咗，擺嚿鐵入去轉螺絲，哇！啲咁唔人道嘅嘢都得嘅咁樣。但係原來睇同做係好唔同嘅喎，當你入到去做嗰陣時咧，哇！原來係好過癮嘅喎，真係可以將本來散曬啲骨將 fix 翻好，跟住落螺絲碼實咗，哇！好實淨，即刻可以喐翻，嗰種感覺好唔同。咁所以我覺得咧，喺做完第二個月之後，第二歲之後咧，我已經決志一定係做骨科，唔使諗啊咁樣。有咩驅使你咧？似偏偏又要揀去做手部骨科？咁呢個咧又可能係咁啱先，我喺 QE 啦，因為 QE 咧其實嗰陣時咧。有好多手嘅受傷嘅，雖然嗰陣時係八十年代啦，其實開始冇咁多工業啦，但係其實嗰啲山寨廠咧都仲有嘅，咁所以作為一個 houseman 咧，我其實收好多呢啲 fingertip injury 喺實習嗰陣時咧，有呢種能夠完全可以幫到個病人造成一個 treatment 咧，跟住佢見翻病人喐翻，跟住好開心咁，其實成個過程好開心，所以其實咧。我是一個比較少數啲，我差唔多我完成咗三個月的骨科之後咧，我唔單止我決定自己做骨科，我仲已經決定咗做一定要做手外科。咁你多年嚟做即係專科嚇，就手部嘅外科嘅專科醫生，有冇啲咩突破咧？我哋作為一個骨科醫生，就是、手外科醫生咧，我到底希望可以保留翻唔單止佢個功能，仲有個外形啦。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做手術嚟講咧，都會。係要求嗰個，例如如果我哋可以一個細啲嘅傷口可以做到咧，我哋就一定選擇一個細啲傷口，唔會話隨意大傷口啦。如果微創甚至去到最後希望可以無創嘅手術咧，我諗都係一個目標嚟嘅。咁其實我嗰陣時喺可以話九十年代初期開始做骨科啦。咁其實嗰陣時咧喺手外科嚟講咧，就大部分人做手外科咧，佢嘅目標咧都係想做。顯微手術，我就發覺其實微創當時其實喺九十年代都係啱啱開展嘅，甚至你做開肚啊嗰啲咧，佢係做咗內窺鏡頭啱開始嘅啫。其實喺骨科嚟講咧，除咗喺膝頭哥係有微創手術咧，其實其他地方都唔多。咁我覺得，咦呢、這個可能一個方向，因為我覺得手係一個既然一個咁重要嘅一個組織，如果你越少創傷係一定係最好嘅，但係佢亦都有個難度。其實我開頭都冇乜頭水。不過有一次我好彩，我走咗去嗰時啱啱考完即係 surgery 啲試咧，有少少時間就走咗去 QE 嗰個 library 入去睇下啲書，睇下有啲咩可以發展。就俾我咁啱先睇咗一本書叫做 wrist surgery， 即係手腕手術。咁而我話咦，我未睇過 wrist surgery， 我 hand surgery 有啫。咁我打開嚟睇，喂，原來講手腕，淨係呢個手腕呢個地方咁厚一本書。咁但係咧講得寫得非常之好，同埋有好多問題啦，譬如啲骨嘅問題啊、關節問題啊、啲韌帶問題，係我從來都冇諗過，甚至亦都提到一啲關節鏡手術，係我從來都未見過。咁於是我就覺得，咦依樣嘢又係屬於手外科，又係同我手息息相關，但係又可能未有發展。於是我就突然間就產生咗興趣。當年腕關節鏡手術喺香港仲未萌芽，何醫生透過臨床診斷不斷推敲同鑽研。期間曾經去過美國受訓半年，九七年第一次在關節鏡底下成功進行舟骨骨折直骨手術，可以話是外科醫學的一大突破。在九九年以首位華人身份加入國際腕關節研究組織，及至二零一二年獲任為國際手外科醫學聯會微創手術委員會主委，二零一五年成為歐洲腕關節鏡醫學會會長。同一年，佢更加創立亞太腕關節醫學會。咁何醫生啊，你行醫咁多年啦，一定遇過好多好複雜嘅個案，有冇一啲好深刻嘅個案咧，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？都應該係大概九九年度一個斷肢嘅個案嚟嘅。咁嗰陣時咧，有位中三十零歲嘅技工，佢就喺個 lift 嗰度做嘢。咁喺個 lift 喺個天台嘅 lift 坐做嘢，咁突然間個 lift 一喐。唔知點解喐，於是就成隻手咁樣扯咗落去啦。佢送到嚟我醫院啦。我覺得佢有堅定嘅信心。我話我盡力做啦。我同佢講，咁大概做咗八個鐘頭到啦。咁我就出翻去啦。咁呢個 case 都好彩咧，就後來都存活咗落嚟啦。咁佢做完之後咧，咁其實個過程康復過程都好漫長啦，大概都有成年幾啦。咁佢就都康復到。咁最終當然呢種情況唔會話好似好翻到正常，但係起碼可以。
握到個手可以有翻感覺，可以做啲嘢咯咁樣。咁我最感動嘅時刻就係咩咧？佢喺年半嗰時候咧，有一次復診啦，翻嚟喎。咁我話幾好啊，咁跟住咧佢行，跟住佢問啦：何醫生，你有冇時間等我一陣啊？好。跟住佢出去就抱咗個仔入嚟。佢話多謝你啊，因為我靠嗰隻手我先可以抱到我仔啊。因為其實佢嗰時佢斷咗手時，佢太太懷孕。咁所以咧，佢好覺得一定要有翻隻手。但係佢冇話俾我聽，佢唔想，我諗佢唔想俾壓力我啦。咁佢就想希望嚇，咁嗰下我真係有啲想即係喊。好感動啊！因為覺得啊，即係我盡咗我力，原來有啲嘢我係可以即係幫到病人，可以幫到咁係唔單止一個人，係幫到成個 family 嚇，成個佢成個所有認知嘅人咯嚇。咁嗰個。即係嗰種感觸好大嘅，我覺得，亦都係令到我產生咗好大嘅動力咯。即係對於啲受傷，我每一次我都係諗起一個故事，我都會希望盡量去幫個病人咯。多年以嚟喺骨科，何醫生做過無數次因為意外斷肢在植嘅手術，救翻唔少斷手。另一方面，佢都經常為有先天性上肢畸形嘅小朋友做矯形嘅手術。而家手就咁放都唔係話覺得好歪。都其實都幾直嘅，但會唔會另外呢邊係會多啲係啦，即係會比正常啲，同呢邊手呢邊好似冇乜嘢咁。今年27歲嘅小明一出世，左邊手同前臂發育有問題。何醫生喺佢一歲嘅時候就有參與幫佢做第一次矯形手術。小明個係一個先天性嘅上肢嘅個畸形啊，所以叫做扭骨。咁佢主要就扭骨同埋手指弓係發育不良。咁其實佢出世嘅時候咧，佢個扭骨係比較短啲嘅。so far 咁耐都開始接受到自己啦，同埋咁做完手術之後，真係對日常生活好有幫助。咁其實遇到對日常生活嘅嘢，其實冇咩影響咯。咁對呢啲即係先天畸形嘅個案嚟講咧，其實係咪遺傳係主要嘅因素咧？同埋喺香港又多唔多呢啲個案？其實唔係嘅，遺傳唔係最主要，因為大部分咧都係我哋叫做 sporadic 啦，即係話係一個偶發性出現啦。咁譬如我哋知道，如果我喺個 BB 喺個媽媽個肚裏邊咧，個手咧嘅形成嘅時候咧，好早已經形成咗係第四週至到第八週呢四個週裏邊咧，個手就喺個身體裏邊長出嚟。咁所有嘢就喺四週裏邊決定曬噶啦。咁所以其實中間裏邊有啲咩任何因素可能令到個生長有障礙，例如一啲可能食咗啲藥啊，或者一啲細菌病毒嘅感染啊，甚至任何一啲環境嘅因素都可能會令到有啲突。在裏面有些變化，而影響了個生長在個指頭怎樣發育。那這些我們所知的大部分都是叫偶發性，就是說它沒有一個必然性在下一次 再生的時候有，但是遺傳性大概是有兩成左右。那就通常來說，如果是第一，如果它有家族有病史，又或者是如果兩側都有同樣的問題，那個遺傳性的機會就高一點。咁嗰類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可能要同個父母傾傾，譬如話佢可能如果再想生下個細路仔嘅時候咧，有可能要睇一睇啲 genetic 嗰啲遺傳啦、學啦，就變咗估評下佢嗰個機會再有機會幾多咯。同埋當佢產前檢查時要再小心咯。不過無論如何都好啦，因為大部分呢啲手部嘅畸形咧，其實都唔影響智力嘅，只不過我哋預知有呢個問題，變咗可能預知等我哋手外科醫生會早少少去介入咁樣咯。咁都唔少，每個禮拜都有二三個 case， 新症咧一個禮拜都有兩三個 case。咁比較多啲咧，就其實好多變化嘅，最常見就係多咗隻手指功能嘅障礙機會，邊啲係純粹係外觀嘅問題啦。父母嘅心理咧都係希望嗰啲細路仔咧係可以盡快正常啲啦。咁我哋當然嚟講就盡量希望幫助佢係去改善佢功能啦，同埋外觀啦。咁呢度咧就更加就係嗰種審美個要求好高啊，因為小朋友咧，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做到個手係去翻一個比較接近啲正常咧？其實個指頭要幾圓幾嗰個線條係點樣先至靚咧？係可以做出嚟噶嘛？你可以求其落兩針，佢就都係有一隻手指，但係就變咗就好奇怪的手指。但係你可以慢慢仔細每一個角度將佢修定少少，就令到做翻一個好靚個線條出嚟咧。呢啲其實就係、是。先天性先天畸形嗰種手術個難度和挑戰咯。另外就挑戰就當然個歲數啦，因為佢哋都係小朋友嗰陣時候做。一般我哋就主張係佢喺兩歲或者三歲之前做，因為原因咧就係因為我哋手嘅發展咧，其實去到兩歲咧已經差唔多接近去到一個成人嘅手嘅功能啦。由一個小朋友三四個月大開始識得喐嘅手指啦，
即係有意識地喐隻手指，一路去到我哋好似成人咁樣識得去執嘢啊、揸嘢啊、做啲大細嘅唔同嘅動作，其實兩歲都已經完成，係一啲好有趣味嘅手術嚟嘅，亦都好有滿足感。同埋咧，仲有一樣嘢就係你一路跟進個細路仔嘅，一路跟到佢大為止嘅。其實有十幾廿年咧，每一年佢翻嚟咧都同醫生講：何醫生你好嘛？咁其實嗰種感覺都係好開心嘅，尤其啲細路仔同你講好開心嘅，即係好得意咁樣嘅，好似見翻啲細路仔咁樣嘅。咁呢個我另一樣都好 enjoy 嘅嘢嚟嘅。何醫生唔單止為一班先天上肢畸形嘅小朋友做手術，改善咗佢哋嘅外觀同活動能力，佢亦都鼓勵病人喺手術之後，透過藝術、音樂同埋運動，一邊鍛鍊活動能力，亦都可以增強翻佢哋嘅自信心。而小明亦都係當年有參加口琴班嘅其中一位學員。作為一個醫生喺一個比較上特別嘅位置同一個病人去相處咧，其實如果再能夠分享到佢生活上邊嘅一啲得著、一啲成就咧，其實係我一個比較上特別啲嘅 privilege 咯，好有滿足感嘅，亦都係即係作為醫生，我諗我唔係淨係睇佢隻手嘅進步，係成個人嘅一種發展同埋個成長，尤其是喺小朋友就可以體會得好清楚咯，因為係一個成長嘅過程啊嘛。其實你哋覺得咧，玩音樂同做醫生有冇啲聯繫嘅咧？即係我自己覺得咧，就絕對有嘅，因為玩音樂咧，其實係可以我自己嚟講咧，係一個減壓嘅方法嚟嘅。咁同埋音樂咧，係一個即係世界共通嘅語言啊嘛。啊，咁所以咧，就除咗減壓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即係令到個人放鬆啲啦。咁平時即係工作嘅時候咧，都可能會即係好啲嘅嚇。咁其實受音樂訓練咧，都有一種共同嘅目標，就是、希望都追求完美嘅。我諗呢個大家玩音樂嘅人都有一種咁嘅想法，又或者一種咁，其實嗰種每一次我哋練琴，其實都有一種苦行僧咁樣嘅路程嘅。其實即係你話即係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就係十年功，其實真係真嘅。你要係真係要練咗好多 repeat 重複咁樣練到自己好有信心先得。因為好多時外科手術就得一個機會，就係喺當病人喺個手術台上面受你接受你個手術嘅時候。你唔會再諗住會試下第二次啦，試下第三次，你希望一次過可以做得好好。咁所以其實嗰種態度同埋嗰種心態，其實就好似等於我哋上台表演咁樣，都希望嗰次玩得最好嘅咁樣嘅。咁所以變咗我諗有一種目標同埋嗰種要求咧對自己嚇。
醫生其實咧，佢正職咧係一個醫生嚇，但係其實咧佢亦都係玩運動，佢一個運動員嚟。我就玩兩種運動啦，一個就曲棍球啦，嚇就係草地嗰啲曲棍球嚇，咁就另外就係單車，單車運動嚇速度嘅。我覺得種技巧就係我玩音樂啊也好，做手術都其實係好向往嗰種技巧，係個手點樣可以靈活咁控制個波，而係可以避嗰啲敵方嘅球員啊，跟住將個波帶到入籠門咁。咁所以呢個係我享受咯。咁至於點解會踩單車？因為單車咧，佢又真係可以練到好體能啦。咁因此其實呢兩樣嘢我都做咗好多年，我其實都係堅持不懈，咁都已經超過三四十年咁滯。咁我就覺得呢種體能都緊要嘅，因為體能好咧，咁做醫生都亦都體魄會充沛啲啦。但希望我都可以繼續享受呢兩個運動嘅樂趣啦。咁我覺得如果我將來我退休或者喺唔同嘅崗位擔任角色啦。咁所以嚟緊，我其實係希望咧，係爭取到咧，可以繼續到呢個訓練同埋傳承嘅工作。我希望唔係淨係喺我醫院度啦，我希望可以幫到其他醫院，尤其喺醫管局喺公營嘅機構裏邊啦嘅醫生咧，係有時有志可以幫佢哋栽培咗對手術科嘅興趣同埋佢嘅能力咯嚇。咁我諗同時間口琴亦都係一個好大嘅空間嘅發展啊。咁我肯定會吹多啲口琴嘅呢個就。